最近呢，台湾的运动高手频频在国际体坛上面发光发热，看得安娜我也都是热血沸腾啦。但是呢，想要当一个运动高手有这么容易吗？好吧，我们还是要玩看这一款威力网球比较实在啦。而且呢，它可以使用 PlayStation Vita 掌机，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挥拍之乐，感觉真的很不错哟。Sega 在2000年推出的威力网球系列作品推出至今也已经超过10年咯，而这股网球热潮也将要延伸到新掌机 PlayStation Vita 上，游戏预定将会搭配掌机发售日期同步上市，要玩家继续感受这款最真实的网球游戏新威力。靠着 PSV 强大的硬体功能，玩家可以体验到游戏主机跟游戏内摄影镜头联动的 VR Match 功能，以及使用一台主机就可以与朋友对战的 Touch VS 功能，还有使用内藏陀螺仪功能的迷你游戏，而且在全部的游玩模式中都对应触控面板，玩家也可以用本体内藏的小型摄影机对自己的脸部拍照，运用到游戏之内，玩起来会特别的有投入感哦。Power Smash 4